滋滋。司马，这是我家妹子云娘。云娘，这是西州都护府区都护的司马。见过司马。子嗣，司马来家中做客，咱们不用留他用饭的吗？司马是从军营捎了你子服的家书和口信回来，待你子服归家时，咱们再请司马来吃饭也不迟啊。你刚从军营回来的吗？那边情况如何了？唐军可杀了贺龙那贼子。哦，前方战事还算顺遂，苏将军跟守约也颇有斩获，只是想要擒得贼首，还需要等待时机。嗯，那你说的这一串意思是打赢了还是打输了？云娘，司马刚从军营回来，旅途疲惫，咱们不好再打扰。回头子子再寻人细问一番，可好？啊。崇玉便先行告辞。